吗，各位？因为如果你能有，如果你想到已经出了之后，你其实不需要怎么抽牌，你主要是把它拉出来。呀、yeah! ，是不是玩 Apis 吗？小小玩而已，我是菜鸡。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再冲了啦，冲了再改。如果想到如果还有我一半的场次都不来，我们再来放 I6。Oh. 反正这道牌组就是全换，然后直接去找到猪猪就对了。他怎么瞬间变成那么大的场面？那个吧，是有费那张吗？哦，他留一张一啊、哦、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猪猪下来就可以拜拜了。开头、哦、三倍猪猪，啊不是不不不不不不，啊可以投了，我就不相信他可以赢我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只有一只？因为这个会卡一个场、啊，我就说， oh. 如果我刚刚九飞、再玩一回合下，他就卡两次回合。我会找他憋呢、啊。现在下水道有吗？哇哦！为什么他要放这个？他是没有是金的跳舞皇，好酷哦！拜拜。赢了。我们会不会可以五胜啊？难你。应该有点难。他如果叫你闭嘴，远哦。如果是闭嘴，难打。闭嘴是难打，然后场面就一直接。全换找猪猪，猪猪来了，耶、yeah! 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管了，还是要对。管了，反正进化点那么多，交一个进化点。叫出大恶魔！啊哦！你不是那个必杀吗？啊哦！他是必杀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还没有，我目前打我十二费。他三张麦子，他手上到底有几把枪都不用。哇哦！他应该手上全部都枪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可能五张牌是枪。好快乐哦！他要用枪，还有枪吗？他要用枪打你的币，应该是。全部的枪都零碎。就挂棒，就挂棒，就挂棒。这样他五把枪都可以打到你脸上伤害。对啊。就棒。就棒。拿着就棒。拿着就棒。没关系，你有二十。他交换掉，他留着。啊！你打算被扣五滴？三把猪猪。啊！你为什么要现在用？因为其他都没有到这里。大一点！哇！七七！哇！阿萨恩，还行啊。他跟快又没有支援了，以他的这个手牌是奇卡无比吧？为什么你的对手都那么奇妙？哪有？武器库来数，武器库来着哦哦，他囤了一堆的那个枪弹。哎、欸，他终于有冰森特了，但不能免费进化。可是他可以开，哇哦，可以免费进化。为什么你要换这张？你谁？你怎么这张？可他叫零费，不能单回合开枪哎、欸。他好惨呢、欸。可以啊，他有枪可以给你的吧。没有啊，有啊，林飞的枪啊，林飞枪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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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他解不了全部。想麻烦？哪里麻烦？哎、欸，他单把是第四把哎、欸，对啊，已经有打你脸啦。哦，没事，我想说他会多 A O E 三张三点，似乎不会。哎、欸，有啊。哦，那张是第五把，然后这张是第六把，他解不了。然后这个打头，直接进化、啊，好啊。啊，他进化没有多伤害，只能吸血。我想一下啊，应该进化966吧。安安，安娜安娜。哦，他可以打两次。哦，对啊，他可以打两次。可以，但其实这样没有到这样特别好，因为单独拉一次。你看，哦，有蜘蛛！你看这是什么？有蜘蛛！他要下什么，他就绑住了。
还有四天，四天会被挡住吗？不会，直接请他吃粑粑。还想偷牌啊？你已经没有麦杂啦，卡爆你一场！你怎么还有四天？打中间那个。哎，哦，结果第一只会被绑。嗯，然后他一定要撞了吧？怎么可能不撞？仕方ありませんね。然后再打一张，再打一张宣判。超えたか。やっちゃったな。可以了，我要用巴拉姆特。没有没有，这边这边撞掉，这边八啊，你要对啊，要卖掉。要卖掉的时候剩多少血？三血，哎，刚刚好，哎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好好好。其实，飞向未来加上那个侵蚀的杀意就在。八八才能做精华。耶、yeah ！你看强牌已经二色了。荒鸡牙，哎，感觉。精灵还不知道。精灵就看我能不能活到七飞了。他、啊、如果洛基大的那一波大的，可能就母汤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做要不要留啊？留算了算了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有猪 了！我们刚刚那一场没有，这场就有了。但刚刚那场莫名其妙就有了。真的不管是谁下来就请他吃血蛋，不管谁下来就请他吃邪恶四元。人家大啊，人家大白。我觉得先用邪恶吧。人家打掰，他一定想用一费，然后打二费回收，所以他这边断节奏了。他没有断节奏，还想回啊？再下去，安诺来，嗨嗨。他想要吊你啊、欸、这是防破坏啊，对啊，这是都破坏啊，对啊，完了完了，你刚刚叫你用暗黑融合，你就先把那一张这个，你就先把暗黑融合用掉，可这男怎么会先用它？他你血色不出，他应该会直接站起来打我、欸，好麻烦哦、喔。他这边打回收，然后引火，然后就直接，欸、他怎么不站起来打我？他不想要浪费进化点，他不知道你解不了。嗯，他要留着吊你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能假打不打？这个没用哎、欸，就等下费啊。一加四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家能冲过波尔特欧就对了，不管了。他为什么刚刚不进化打你？对啊，如果是我就直接进化打我头了。他想要踢废反场。嗯，你前面有什么偷牌？你还是低咒哎。没关系，现在开始做低咒，偏慢，还行。而且他链甲打已经死了两只了，只剩最后一张链甲打。他哪有？他刚刚有做过回手啊。嗯，他然后这个又不回进化点，他是不是手中都是那个、啊？应该是，我觉得他手中全部都是都是什么莱昂内尔，然后这边就出不了击咒。哦，你说他抽到了击咒、嗯、没办法，不是回手就是莱昂内尔，太好惨。因为如果他是一费过牌一定打嘛，然后墓地巨人也一定打、啊。他感觉等一下就要倒掉你了，他的太卡了。如果可是如果他真的倒掉我，我觉得他不会赢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前面没有抽牌啊。对啊。然后我波尔特欧每回合都一直打怪、啊啊，然后我把手牌打干。还敢倒掉啊？可是他队里很多全劫场哎、欸，因为你前面都打劫。C two。嗯。不是啊，可是你前面很多劫场。可是我前面劫场都是小费的劫场，他这次来了那个，你看。都拜拜没了哎、欸啊啊啊，那这边他这边可以回啊，他这边不肯不回啊，或者他放弃了，真的要掉了。
为什么你的对手都长这样？我也觉得，我每次都觉得他的对手都很奇怪。这一定是账号的问题。因为我很强，所以他也有强的对手。啊，他一定回啊！他只剩一只啊！不可能不回！快点请他吃猪。三把 D。如果我这边来这个不好，对啊，有什么比较强的大恶魔？不是，我主要是他真的可以用这张 A O E。可恶！哦！我们开到大奖嘞！他这个不掉不行吧？对啊，他要掉。为什么对手都114P？什么东西？是那个解析度吗？是不是该改个账号名字啊？可以可以，就跟换主战者一样。嗯。他真掉了，他不掉不会赢啊！不行，我现在有一只猛犸象，可以给他打东西。好，我在想我要不要拿金花。哎，可是他也可以用猪哎，对不对？那他这样很快就会拿完。哎，还会帮大忙。他猪哎，对，他可以用猪来帮大忙。对啊。啊、不过都是，如果都是法术就好了。还不过 还不能出吧？还行，他还不能出，他等下八倍。没有没有，我怕他猪下去，他就开始抽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猪。为啥没有？你要想，他没有猪，他什么牌都没有。哦没有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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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不到猪，抽不到猪，抽不到猪。他只有血弹坠级之类的。血弹坠级还在卡手，完全不能打，直接哭晕。奈绪嗨，哇，你逆袭了。应该不是我逆袭啊。你刚刚就一直说没有猪，他就有猪啊。哎，铁臂杀。那没有铁臂。欸、他只有一只哎、欸，他就一只哎、欸。嗯，我觉得雅典娜哎、欸，不然你要把你自己也破坏掉。嗯，不要管猪哎、欸，打头了，打头了，打头打头，哪次不打头？对啊。我が手の光、創生は来たり。这样死的，我这样剩下来会剩下雅典娜，他应该不敢七次去撞我的八三吧？可是他已经叫不出虫者了。哎，还好，他只剩那只九。没关系啊，他只是他接下来都是一张一张抽。啊，前面是什么？他是九，是我只打了七张牌啊。看一下哦。对啊。血弹坠级。你的牌很少啊。然后邪恶誓约跟融合嘛。然后还有堕落决议，对啊，可是我堕落决议都是结场，完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堕落决议哦，他进化不到五次啊，不用担心。有吗？他现在进化几次了？他现在才两次啊。可是他刚艾琳不是有回？哦，对哦，那现在是四吧。哎、欸，他撞错喽，这样不是活一只吗？还是他觉得我活一只没差？哦。加起来，可是吹也不能干嘛。嗯。三把猛犸象，快点开大一点呐！斧啊斧啊！啊，那个可以偷牌。没关系，我的加百列可以做事。那如果他血弹最低，应该打那个飘楼。我觉得赢了啦。他被车卡死。赢了啦，赢了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敢掉啊？他到底剩一张是什么？哦，现在，然后就剩两张，两张车，两张车，好多车，耶、yeah! ！上吧，加百利，他被车卡死，拜拜。欸哎、欸，我们四胜嘞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、欸，你剩一分钟了，怎么办？打完他吗？人家要让你打观众了，懂吗？
好强，随便在讲的吗？这盾教也不是这样长的啊。为什么会有那只白龙啊？他那个是直接怎么炸开啊？他是有进化吗？有守护啊。哦，有守护炸开。哎，提速型的，啊、好聪明哦。你怎样？你想玩哦？换蓝奇的信息，你看还拉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？但他换没牌，他可能没。他超夸张的。前期的。结果我三张的破坏都没来，可恶。守门的啦。我的三张的破坏呢？可以抢房了，守门了。这个啊，有这个就可以解了，这个也可以解。问题是你做一张啊。这个也可以解，这个也可以解。然后你看，这个可以解。好了，不用再看了。然后这个不能解，所以有四张可以解。还四张。然后这个也可以解，这个也可以解，这也可以四费拿五费解。难得好了，很强了，四胜了，很强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误判形式，为什么他不是睡觉？哭傻！你没看到你前面的敌人都长奇怪的样子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